大家好，现在四月呢，很多花园的蝴蝶兰都已经差不多开败了，再加上呢，现在温度啊回升，这个时候温度大概能够达到20多度，正是蝴蝶兰长新根的一个阶段。如果你的蝴蝶兰长根特别少，或者是不长根，那么今天呢，我就教大家如何正确的触根，只需要用两个动作就可以了。首先第一招呢，就是保证这个假邻茎，也就是根茎这个部位啊，保证这个部位啊处于微润的状态呢，它后期啊更容易发根。那么怎么保证微润状态呢？盆土我们不需要过多的浇水，但是呢平时可以多给它在盆土表层啊根茎部位喷喷水雾，来增加湿度，保湿工作做得好，后期啊发根才会更多。第一个动作呢，就是要给它及时用肥，植株要想能够正常的发根的，这个养分也是不能够或缺的。我一般的话都是给它叶面喷施一点这个兰科专用的有机营养液，然后大概7到10天给它进行叶面喷施，这样子双管齐下，那么这个蝴蝶兰呢，很快就能够长出非常多的新根出来了。当然呢，在蝴蝶兰长出新根之后呢，大家也要注意盆土千万不要积水，而且一定要保证盆土还有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，这样新根呢才能够撑撑长。好了，本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